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Christine、淡仔、汤姆。早晨，大香港早晨，這個 My Radio 和月時報聯播早晨節目，今天有淡仔 Christine、 湯姆和我黃楊達的這樣。今天是剛才 Christine 提我立春這樣，今天春天的開始。立春是代表什麼？春天的開始。你作為美國人怎麼提我立春？沒有啊，那24起節的其中一節是嗎？即是你對我看了新聞而已，即是你鬼妹對這些很迷戀的這樣，是嗎？又不要這樣說，我對於前面那些很有意見。這樣有什麼意見？比較噁心咯。啲齊皮我就唔係喺幾喜氣洋洋啦，佢喺冚拼壓力，佢一路喺度冚拼成招，就喺度講呢抽嘢核突咯，核突咯咁樣。點解啊？呢抽嘢用咗幾年嘅，好有感情，又開台冇啊嘛。品味嘅嘢都係見仁見智啊，唯有。你同阿力總講啦，咁樣咁係阿力總係精心挑選買翻嚟，同埋唔準換嘅咁樣。好，咁就今日就講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講咗城規會琴日嘅兩壇嘢先啦，咁樣。係啦，咁啊，城規會琴日打人啦，大家知道啦，即係有個衝突啦咁樣。咁嗰個就係關於新界東北發展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就有另一單嘢咧，就係有個關於城規會嘅官司咧，就琴判咗咁樣，咁可以講一講嘅。係啦，咁早前咧，因為呢個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咧，就唔滿意城規會佢哋喺2010年公布嘅呢一個灣仔、旺角、油麻地同埋九龍灣嘅分區嘅大綱草圖，為咗嗰個地區嘅高度發展咧，設咗個限制。咁早前咧就向高院就提出咗個司法覆核啦。咁高院咧，尋日咧就裁決咗地产建设商会咧系胜诉嘅，咁就讲话城规会咧就需要就话城规会咧听取呢个商会嘅反对意见嘅时候咧有啲程序不公，咁就下令城规会咧就需要重新去审议翻有关嘅草图，同埋就交翻嗰个商会嘅讼费嘅。讲完啦。咁佢咧嗰度咧就提到咧城规会有咩问题咧，就系讲到话城规会咧先后有4次召开呢个公开会议，去听呢个地产建设商会个代表陈述一啲反对嘅意见。唔系，你讲讲嗰度做乜嘢先啦？你讲系关于边区要嚟做乜嘢先啦？啲人系听唔明审紧乜嘢噶嘛？就講到話，因為城規會就2010年頭先講咗有4個區咧，就限咗啲高度限制。嗰4個區做乜嘢先得㗎？嗰4個區就起樓咯。嚇！起樓。其實佢嗰、那個草圖大綱咧，就主要就係限高度限制咧，同埋樓宇之間嗰個間距。咁佢哋講個目的性咧，就主要係話希望嗰個區域嗰個空氣嘅流通嘅程度啦，同埋呢個山脊嘅景觀，咁所以先作出依一個咁樣嘅決定。咁我講翻佢。每一個地點嗰度，佢城規會個講法啦，咁樣就首先由灣仔講起嘅。咁灣仔咧，城規會引入高度限制咧，佢就話咧係為咗保存尖沙咀眺望山脊線嘅景觀，以及咧山頂同埋司徒拔道咧望到嗰個海港嗰個景觀，咁就限制咗咧嗰個高度咧就喺100度到140米嘅。咁而油麻地嗰度咧，佢就話咧，因為咧近年佢哋區裏邊嗰啲好多高層嘅重建項目，咁喺視覺上面咧
同區裏面嘅環境咧就好唔夾咁樣，為咗出現咧過高同埋唔夾嘅建築物咧，就咁啊引入翻個高度限制嘅。咁就高度限制咧就主要係限制80到100米嘅。咁高度咧就由彌敦道嗰度咧逐漸下降。咁而旺角嗰度咧，咁佢就對呢、這個發展同埋重建項目咧引入一個叫更妥善嘅高度管制。佢話為咗避免都係出現過高同埋一啲唔協調嘅建築物咧，咁就高度限制咧就由60米去到120米嘅。而呢個九龍灣同埋牛頭角咧，咁就由呢、這個佢就嗰個目的咧，就係為咗咧從灣仔會展同埋鰂魚涌嗰度嗰個望過去咧，就可以保持翻望到嗰、那個獅子山、慈雲山同埋飛鵝山山脊線嘅景觀，咁啊避免出現一啲過高嘅建築物阻擋咗個山脊線啦。咁就同埋喺部分地盤引入咗有啲即係非建築地帶，咁啊確保咧有啲風咧滲翻入個區裏邊。咁佢嗰個高度限制咧，咁啊分12個高度級別嘅，由最低嘅10米。你除咗講呢啲硬背資料之外，你首先第一步你要話俾人聽，而家嗰個地產建設商會要係原本係想做啲乜嘢？點解會同城規會有一個意見相左？佢原本喺嗰度做乜嘢㗎？佢原本係要求咧，即係放寬翻嗰個高度限制嘅。放乜嘢嚇？即係放佢有幾個重建嘅項目。係啊，即係你話俾人聽，首先佢係做緊嗰個舊樓重拆嗰個市區重建，咁跟住然之後就受到佢嗰個限制。咁、那個草圖係乜嘢？頭先湯姆都解釋咗，就係、是、因為你一個地方起樓咧，你要睇幾樣嘢。第一咧，你要睇嗰塊地本身嗰個咁樣嘅土地用途。咁除咗土地用途之外咧，就每一個區份咧，佢都會有一個叫做叫咩咩草咩。咩草圖啊？咩大綱草圖，即係、地區大綱草圖。係啦，有地區大綱草圖嘅咁樣。咁嗰個叫就叫個草圖啦。咁嗰個草圖有一個當區唔同嘅地方樓同樓之間可以相隔幾多啊？有可以起幾高啊？嗰啲咁嘅限制啦。咁每個地方嘅其實可以做到嘅限高同埋做到嗰啲咁樣嘅可以起幾密啊？嗰啲每個區都唔同啦，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呢一個咁樣嘅。這個官司的爭議點最主要是來自於什麼啊？就最主要就係講緊佢嗰個會議期間咁樣，咁就講到話咧，就包括就話佢哋每一次開會嘅時候咧，咁都即係嗰啲委員咧就冇就坐足全程啦，跟住同埋有啲委員咧就成日都會唔喺度嘅，就每四次嘅會議裏邊咧，都最少咧係有一名嘅城規會嘅委員咧喺商會發言嘅時候缺席，咁但係咧佢又有參與翻嗰個決定喎，咁就覺得咧佢哋咁樣做咧嗰個程序咧就有所不公咁樣。咁係就住呢一個程序咧，係去判到呢、這個城規會係敗訴嘅。唔係嗰個係官因為呢個程序上面有公有不公義，有即係、就是、有不公正嘅地方去判城規會敗訴啫。咁但係嗰個 argument 係啲乜嘢㗎？係即係揮霍啲乜嘢㗎？嗰個即係呢個咁樣嘅地產建設商會，即係要佢放寬翻嗰個高度限制，同埋即係擱置翻佢呢一個新增嘅即係2010年提出嗰、那個。分區大綱草圖咯。OK， 咁樣，咁跟住而家就駁回咗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其實駁回咗係冇用嘅，我想講，因為駁回咗你出嚟嗰個結果就係、是又俾城規會再去重新審議，再審議。但係佢一定要再審議噶嘛？但係佢再審議都係用翻嗰個草圖審議。係啊，佢唔會有新嘅草圖噶。就算佢審議完嗰個，佢審議完之後，你話你而家 challenge 佢就話，喂，屌啲人開會都唔撚離開嘅。開下咁，然之後又即係其實過去，都有好多投訴啊。咁首先城規會本身就係一個法定機構啊，係咪法定機構？係佢個法定機構嚟，佢係根據咧呢、這個城市規劃條例第二條成立嘅法定組織嚟嘅。係啊，咁佢入邊係有官員啦，亦都有一啲所謂嘅叫咩啊？咩委員會啊？非官方委員。非官方委員啦，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主要係啲官員開會嘅，非官方委員，即係佢話就話嗰個組成入邊咧，即係有官方嘅委員，亦都有非官方嘅委員，就懶係咧就有唔同嘅，即係獨立咁樣，係啊，懶唔同嘅組成，有各界意見嗰啲咁啊。但係非官方嗰啲會員咧係唔撚開會，同埋所有委員都係由行政長官委任，係啊，嗰啲咁樣。所以其實佢變相嚟到講咧，根本就係、是、其實咪就係佢哋話咩就係咩啦咁樣。咁過去都有唔即係尤其是喺城市規劃發展上面啦，就比較多爭議發生嘅。大家會留意嘅就係、是即係一啲。主要就是舊區重建啦，同埋一啲新界地區嘅重新即係新發展嘅規劃啦，咁同埋呢個咁樣嘅。
同埋呢個咁樣嘅譬如新界東北發展咁樣，琴日又出咗單嘢啦，咁樣就係關於呢個新界東北發展。喺呢個立法會攞完撥款之後，跟住就喺城規會嗰度就去傾嗰、那個嚇、啊，就去過嗰個咁樣嘅發展嘅圖則啦，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亦有抗爭，有示威人士啦、啊，即係有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嘅人士啦、啊，就去抗東北城規組啊，嚇、啊、就去抗議啦，即左交屌乜啦，其實改幾個名咪又係同一班人。咁跟住其實係開咗好多好多次會嘅，開咗好多好多次會嘅。咁跟住然之後就去。呢、这個咁樣嘅示威啦，咁跟住琴日就出咗個狀況啦，琴日出咗咩狀況，我都好多人討論嘅。琴日咧，喺佢哋開會嗰期間啦，我哋一路播住片啦。係啦，咁有一位本身係樹人大學嘅成員啦，咁啊吳卓恆咧，佢就上前拍攝，咁咧突然咧就俾一個城規會嘅職員咧就。攔腰啊！呢度未去到嘅，咁佢哋而家上前有啲衝突，即係上前去質問佢哋啦。問佢哋點解冇聽取曬全部人嘅意見，因為佢哋係提有1300多份意見嘅，咁但係最後可能就得300份有俾佢哋提到啫。咁而家鏡頭影住都係有一啲城規會職員阻止啲左膠上前去質示威者，上阻止嗰啲示威者上前去質問嗰啲其他嘅委員啊。可唔可以播快少少，跳一跳？而家差唔多，系啦。呢度就攔腰抱住咗一位揸住相機嘅人啦，咁佢撳低咗佢嘅咁。呢個就頭先講嗰個樹人大學嗰個學生啊吳卓恆啦，咁就係俾人攔腰抱起咗，跟住摔落地下。咁而家佢就報稱呢個頸椎受傷，咁跟住就等咗20分鐘咁，嗰個救護車就嚟咗。係啦，咁摔低佢嗰個人咧，據報道咧就係話係規劃署嘅高級城市規劃師，叫做吳柱斌嘅。咁但係咧就當場咧就冇任何即係啲差佬嗰啲冇拉到佢噶嘛，仲護送佢噶嘛？冇啊，冇係冇，好似護送咗佢入警署咯，但係就冇消息指咧話佢係有拘捕到佢咁樣咯。唔係咁 fair 咁講啦，其實即係你頭先乜啊？攔腰抱起摔咗落去，其實係扶搖腰推一推嘅。好老實講，即係咁樣係其實又真係即係咁有衝突，梗係有推撞啦。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嚴重嘅傷人，我又唔覺得好嚴重嘅攻擊啫。即係如果就咁睇畫面啦，我唔喺實質嘅情況睇嗰啲咁樣。咁你呢啲咁嘅衝突嘅場面，梗係會有推撞啦。咁你話係唔係一個係咪一個襲擊嗰啲咁樣咁啊？呢啲留翻，即係佢哋去查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即係你睇到同一日出現嗰個兩個唔同嘅情況、就係即係其實城規會其實城規會俾人質疑嘅地方就好多嘅。首先城規會嘅組成啦，同埋城規會本身亦都係一個好多即係一啲可以話係點講啊？即係佢係一個有好多城規會入邊嘅成員啊，有好多咁樣嘅入邊嘅人員啊咁樣啦。佢哋喺政府又即係呢個咁嘅法定機構入邊任職啦咁樣。咁佢有那個如果講到官方所謂官方成員咧，就有5名官方成員嘅。咁同埋咧有28名非官方成員嘅。嚇！咁呢啲成員咧好多時候咧做完呢啲咁樣嘅職務之後咧，之後咧又會去咗地產商嗰度做嘅喎，咁樣。咁係所以成日俾人詬病啦，係咪一個根本就你哋玩曬啦嗰啲咁樣。咁但係琴日出現嘅情況就係話，我有一個判決係嚟自呢個地產建設商會嘅。咁跟住然之後佢哋有錢去打官司嘅。原來其實佢哋有好多嘢係可以被挑戰嘅，係好多嘢被挑戰嘅。咁但係原來喺呢個咁樣嘅你一般嘅市民又或者係示威者去同佢係喺城規會嘅會議入邊學嘅遊戲規則去同佢去據理力爭啊，或者去爭取啊各樣咁嘅嘢，就始終係得唔到反應嘅咁樣，甚至乎連你發言應有嘅機會都係冇嘅咁樣，咁啊最後結果係必須要釀成到衝突先要引起到關注。其實琴日嗰個會議已經係最後一次會議嚟㗎啦，關於呢個新界東北發展，其實之前已經開咗好多次會啦，開幾多次會啊？之前應該38次。係啦，咁跟住但係原來即係又會出咗一個例證出嚟，就係話
哦，原來係其實只要喺呢個咁嘅法院，只要喺呢個法院咁樣去對你進行一啲司法上面嘅挑戰嗰啲咁樣，原來你嗰、那個原來你嗰啲審議嘅過程係咁交流嘅，係可以有啲根本冇出席嘅議員係可以參與決策嘅，唔係冇出席嘅委員係可以參與決策嘅，跟住然之後係完全係即係根據嗰、那個根據呢個咁樣嘅官司嘅判案所講，係直頭係根本冇時間睇嗰啲咁樣嘅發展商嗰啲咁樣嘅發展嘅嘅資料，因為其實資料啊，其中一點就係話咧，地產商會個建設商會咧就會話佢哋喺依個會議之前咧已經俾咗大量資料咧去反對依個城規會建議，就包括頭先提及嘅嗰啲高度建樓嘅高度限制各樣。咁咧，但係咧喺佢哋嗰啲委員咧就只係喺會議之前嗰一日先收到嗰啲資料，咁所以咧法官咧就認為咧佢哋好可能咧冇足夠時間去消化啲資料嘅，跟住佢哋召開會啦，唔理啦嗰啲咁樣，即係喺程序上面有各樣嘅漏洞啦，係可以可堪挑戰嘅，但係最後係事實上挑唔挑戰到佢咧嗰啲咁樣，咁係呢個都係未知之數。雖然之前係有成功嘅案例嘅，係咪啊？希慎啦，希慎喺上年嘅時候咧，曾經都提出過司法覆核嘅，咁就佢哋喺呢個利苑啦、利舞台啦，同埋希慎廣場嗰啲設嘅高度限制咧，都係駁回咗啦。咁啊高院上訴庭都接受咗佢哋嗰個上訴啦，咁都判希慎勝訴啊。咁所以即係種種，尤其是係琴日嗰個對比比較之下，即係其實你要挑戰佢都要有錢咯。即係你有錢就挑戰到咯，有冇錢打官司咯，係咯，冇錢就挑戰唔到咯。休息一陣。